要抛了。今年你有得抛干。算啦，你又不是第一年。虽然我是没有抛过干啊。来，所以大家早上好啊！来，先进来打声招呼先啊，给我知道有谁在这里啊。来，李小妹也是 Good morning， 早上好，冰魂乐也是分享，来，谢谢你的分享，来 ，Alice 也是早安啊，早上好，所以来160多位粉丝们啊 ，OK， 来，所以呢，给我们的人数呢，直接呢给他打标签，因为今天呢，他反正都没有抛竿哦，像我不是给一点东西给他做一下哦，没有得抛竿来做做事情啊，做事情做工啊，没有抛竿，哎，不是，你今天做的东西，感觉你不用抛竿都没有用的，哦，是的，啊，是吗？因为你做到这样子100分了，就不用还了哦，不用靠那手，啊，是啊，要去拿那竿，等一下拿到。下不到来美女是 OK 啦，我怕你撞到恐龙了。哎呦，屌了这样。来，所以呢，给我知道有谁在这里啊 ？OK， 然后如果是已经有帮我们公开分享的粉丝们，那 OK， 直接打上来一个什么好嘞？打上什么？打上什么？今天好友的生日哦。那什么关键字呢？我想不到。好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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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好友好不好？你要讲吗？好友真棒。什么关键字啊？啊，没有了，今天其实也是中国情人节，对，又是情人节，也是中国情人节来的，其实也是节，所以呢，为什么要抛竿？所以呢，已经有帮我们公开分享的粉丝们呢 ，OK， 直接呢打上来一个 ，OK， 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其实今天也是啦，也是中国情人节来的，也是中国情人节啊，所以呢，他们也是没有的抛竿啊 ，OK。来，所以秋花也是嗨，早上好啊 ，David 也是分享了 ，OK， 阿杜也是分享了，冰花乐也是早上好啊 ，OK。然后波娃六也是表妹，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阿杜也是元宵节快乐哈 ，Alice 表妹早上好，早上好 ，Alice， 还有我们的谢夫也是元宵节快乐啊，然后姚片是你真的好美丽，来谢谢你啊，他有没有帅？然后你只是赞我不赞他，他不开心。Hello 元父，来，所以呢，表妹元宵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来谢谢你，谢谢，我也祝你们元宵节快乐呢。OK， 其实今天元宵节你知道是什么人的节日吗？活着呢，活着的节日吗？对吗？有没有粉丝知道的？知道的 OK 打上来，因为其实今天呢 OK， 如果是潮州人呐、啊，因为初年初九是不见人呐、啊。然后其实呢，元宵节是年初十五啦，是潮州人。哦，是呗。啊，潮州人过年的，所以呢，就是说比较大的过年是在年初十五的元宵节。那你是潮州人吗？对呀、啊，我跟关头哥都是潮州人啊。那你们要庆祝一下啊。嗯，对。我们不是潮州人，就不用凑热闹啊。没有这样子说的，OK， 来，所以呢 ，OK， 我们呢，现在呢，来看一看呢，有多少个粉丝有帮我们公开分享了的 ，OK， 来 ，Hello， Hanmi， Hanmi， 哇，早上好啊，早安，早安，哇， Hello. 你今天这么早进来看我们呢，哇，早安，元宵节快乐，哎、早安。哎，你怎么？你不要看到零了就看到这样，你看他，你看他。Hello Bang Chong， 孤立了你。OK， Hello Bang Chong， 早上好啊，早安。OK， 安东也是早上好，还有呢 ，OK， 哦，是啊，他叫小编点。小编叫哈打定早，来，对，来，所以呢 ，Ali 也是大家早上好啊，早安，早安，来，所以呢，哇，这个是什么的？这样长的喂 ，Image Resolve 的元宵节是由来中国传统节日，哇，小编你今天玻璃哦，哇，今天你玻璃哦，漫画说什么节日不管我的事都没有，漫画不是这样的，今天我跟你讲元宵节我们。新年 OK， 过完最后一个新年了，但是呢 OK， 元宵节其实呢也是说可以说是大家也可以说啦，这个新年节很快就过完了啊，也庆祝完了这个新年，但是没关系，我们呢还是呢希望明年的新年更加的棒 OK， 来、啊、所以呢看看啊 Jenny 也是情人节快乐，谢谢你，还有 Ali 庆也是 OK， 好，到恐龙也不错，买怎么免买低浪，哇，这个你也想到啊，会玻璃哦，这个东西免买低浪吗？不用买低浪吗？因为怕等一下你想一下恐龙会怎样，恐龙不用睡低浪吗？这个东西哦，其实我也不是很会啦，你自己想一下，你或者你去试看找一个
恐龙回来一下。来个恐龙，他就不用睡觉了，是吧？来，人圈鬼是元宵节快乐啊 ！OK， 美女元宵节快乐 ！OK， 还有谢谢我们的 Kiho 也是早上好啊 ！OK， 潮州妹找对啊，我是潮州人呐、哎。但是今年没有得回九火。哎呀，对，我没有得，我没有得回去找我的姑姑，所以呢，啊、没有关系，我们在这里对，所以呢，今年就没有得回去这个绝壁啦、嗯。今年我就在这里。啊，都回去，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有的。元宵节快乐，麦哥记得。其实要吃花生，是的咩？元宵节要吃花生的咩？这我不懂了。吃花生不是那个白事才吃花生。对，这个人呢、啊，我跟你讲啊，他没有、哦、好东西讲啊，不是怎么吃花生呢？来，今天元宵节敢敢卖便宜，我跟你讲，没关系，不是，不是 ，let me 啊 ，OK， let me， 我跟你讲这个哦，真的，今天元宵节啦，我跟你讲啊，肯定啊。给你们最够力最便宜的，然后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今天哦，小编等一下咯，我在这边讲明显200多位粉丝们啊 ，OK， 能不能呢给我们冲破一个人数，给他达标先？因为今天啊，讲好好先，虽然呢、啊、我不要太多人，因为太多人等一下我真的是不够抢了的。讲好好先，拉小啊 ，OK， 今天最后的一个55套而已。55套而已啊，55套抢到完就没有货了，因为呢这一个呢也可以说哈比斯，没了，最后了，对，最后55个了哈，所以朋友们来帮我们分享出去这个直播，对 ，OK， 等下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最优惠的价钱来抢购这个最后的55个，对啦 ，OK， 然后呢、嗯、能不能呢每一个粉丝呢 ，OK， 所以你看这边呢我们的这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爱心啊，还有一个 love 啊，能不能帮我一人按一个爱心或者按一个 like 上来这边200多位粉丝呢，给我们呢那个呢人数呢赶快达标，然后过后我们就直接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东西呢是什么，而且呢这一个呢非常方便，今天我跟你讲你有了它 OK， 你不用烦了，你可以去忙你的东西了，你放它在那边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我看一下谁已经帮我有公开分享了，Dash Day 是早上好啊 OK， 然后还有我们的 Suki 也是 Selama Bagi 啊，哎没想说早上好，昨晚我已经汇款的那个是鸡汤的还没有收到讯息，没有问题，等一下我们的小帮手会联系你啊，应该有可能那个讯息呢比较多，所以要一个一个回复啊 OK 啊，所以耐心等一下啊。对，哎呦怎么今天你们将多少个分享 check 一 check 先，哎呦哎呦哎呦，才81个分享哎，这边200多位粉丝，对，能不能帮表妹小小一个忙啊？今天元宵节拉小啦 ，OK， 但是我肯定哦，争取到最够力的福利给你们，所以你们能不能一个人帮我公开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分享一次，然后过后呢，就一人刷一个爱心上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呢就差不多准备呢，前边呢要给大家看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还有今天等一下讲好好先啊，只有最后的55套没有多啊，没有多，一55套过后我就会直接 stop OK 就没有货了的、啊，所以今天也可以说是最后了，最后一场了的，所以呢有。如果是要的粉丝真的赶快，因为这一个真的每一个人都会用，家家户户都可以用到的 OK， 所以呢我现在呢等一下啦，我的电话又每天 lock 着的，我这么鬼哦，我开一开歌 OK 来Dennis 对 OK 就是平民货的价钱，高品质的货品，哎呦谢谢你啊，肯定谢谢你啊 OK， 我们这里就是平民货的价钱，给你们最优惠的福利OK， 那你们每一个人哦，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 Everybody can buy， Everybody can buy 啊，每个人都可以买到。其实这个产品呢，我想起了 OK， 因为之前呢，我们有粉丝啦，前几天呢，他也是有买了的，然后过后他们呢，有一些粉丝还不是很会用，所以呢，没关系，你也可以直接进来，然后呢，今天等一下呢，如果啦。我也是会一个一个教学的，一个一个教学，然后呢，让你们知道这个东西真的是超方便、超容易使用啊。OK， 来，所以呢，好的，谢谢你 ，Amy。来，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全马最值得信赖的网上直播购物平台 Online Kimo 这里。所以我是今天主播表妹，还有傻一。OK，所以我们现在呢，准备呢直接去前面了。OK， 揭晓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什么产品啊 ？OK， 来，傻一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我们直接去前面了。OK， 来来来，你。
你谢谢你谢谢。OK， 所以呢，我们呢再继续记得帮我们公开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啊。OK， 所以呢，给我知道有谁在这里看看先。OK， 来 Kevin 说，哇，元宵节快乐，哥哥也是新年快乐啊。OK， 表妹傻义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还有尤明川也是早上好啊，傻义，你爬上恐龙身上睡觉和知道为什么？哦，又是哦，恐龙，恐龙，你是讲比较那个大只一点是吧？不要这样子讲了。心地善良就好了 ，OK、啊。来，所以呢，190多位粉丝们呢、啊，准备好啊，准备好，我镜头就要转去前面了 ，OK。来，能不能记得一人帮我按一个爱心啊 ？OK， 三、二、一，撒一，嗨。你这么打功夫咩？开始打功夫了。来，所以好的，那也是早上好，见好表妹走散走散啊 ，Vivian 也是 Good morning， just want to ask the Miss Fan still has stock。来，这个呢应该还有，你可以去问我们的小帮手，去 inbox 问我们的小帮手啊。来 ，Kubi 大也是早上好，早安早安。来，所以呢，大家早上好，我们这里是 Online Kaki Mall， 全马最值得信赖的网上直播购物平台、嗯。但是我觉得不懂这么你突然间按掉了，我看到你很按哦。我突然变黑了是吗？啊，你突然间变黑耶，什么情况哎？因为我摔到爆炸。我不觉得啦。OK， 来，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产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来自日本达西洛厂家的这一个万能锅。OK， 因为今天这个呢，它是 upgrade 版了的，记得哈、啊，你们一定要看得好啊。小一哥，调一调那个灯光，真的很暗哎。OK， 来，今天这一个呢 ，OK 哈、啊。你手机开亮一点。是，了解啦。记得它今天这一个呢，我们的呢，它这个记得它是 upgrade 版最新款的，不是呢之前那个第一代的。所以今天它这个是已经 upgrade 版，包括它的外观全部都已经是 upgrade 了的。但是今天这一个呢，它是可以来做什么呢？我跟你说，非常的厉害，因为今天这个它是全面呢都是智能的。第一，它可以煎炸爆炒；第二，它可以拿来煲汤、煲粥、煲饭。然后包括今天你煲汤也好，煲汤。高饭也好，煲糖水也好，它是完全是不需要顾火了的，只需要按那个功这个选择功能，它就会自动跟你煮，就会自动跟你断电，还会自动跟你保温。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要煲什么东西都好，都不用担心。然后最重要，今天它这个火候可以直接拿来煎炸爆炒样样能啊 ，OK， 包括你要来做火锅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没有做火锅啦。然后这一个呢，之前有买过的粉丝到现在还没有开来用的话，或者还不用的，没关系，来先进来先，因为等一下呢，我会一个一个的来去教学的，明白吗？今天这个呢，它是大容量的，不是很像以往以前我们只是用小容量的话呢，它是直接那种20 cm。今天它这个是有26 cm 的直径，然后7 cm 的深度，然后今天这一个呢，它是我们的这一个不粘的，但是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不粘锅，它是这个大金涂层的不粘锅，所以今天无论你要煎炸爆炒煮东西都好，它是不会粘的。然后今天我现在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先，我就要做些什么呢？今天我就要煮这个红豆水，因为今天我就不要煲汤啦。但是今天无论你是要煲汤的粉丝，或者今天你是要直接煮糖水也好，很简单，因为今天我们这边呢已经装了一个8分满的这个冷水了的，然后我们傻爷爷现在直接把它全部放完下去，这个红豆，因为今天我要煮这个红豆水，还有放这个叫什么黑米呀、啊，对不对、嗯？所以今天它这个呢很简单啊，因为我们今天这里呢它是有呢这几个功能的，看到吗？它首先是有这个煮面、煮粥、煮饭。然后呢，还有这个 hot pot， 还有这个汤。因为今天如果是煮面的话，你可以按一根按这个键，它就会直接跟你煮这个 Maggie 面。但是今天不要只是拿来煮 Maggie 面，因为今天啊，只是煮 Maggie 面很浪费。它还可以拿来煲粥，可以拿来煲饭，包括你可以拿来煲汤、煲糖水。然后今天这个 hot pot 呢，就是直接可以拿来做火锅，然后还可以煎炸爆炒的，明白吗？然后呢，首先我们可以直接这边有4个 button， 然后呢，它这边4个 button， 我们就按这一个功能选择先。然后它这个呢，它是属于糖水，然后我们就直接用按用。
那个汤的键，他就是说你一按了这个键，它是一个小时跟你去煮这个糖水，它会自动断电，还会自动跟你保温一个6个小时的，明白吗？所以你是完全你的手就可以呢，不用去再按它了，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这个你记得，它是不会说今天煲到那个水分会越来越少，然后最重要今天它也不需要说你们去固火，然后那个水分又少掉，然后包括那个水分呢 OK， 今天你会担心不够你喝，所以今天这个它是属于 3.2 个 liter 的容量的。然后这一边呢，我们现在呢会直接呢煎一个鸡蛋先，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为什么要煎一个鸡蛋，就最简单最快的，因为为什么呢？鸡蛋通常要煎一个荷包蛋呢、啊、我跟你讲了很难的，因为为什么它会粘，它会不美。但是今天我们会做一个会游泳而且零失败的鸡蛋。今天如果是新手们的粉丝们，或者今天第一次学煮饭的粉丝们，来先看进来先，包括今天你想买一个锅给你的孩子去宿舍呢 OK， 容易自己煮东西的都可以看进来呀、啊。今天它这个呢可以用煎炸爆炒的，来这个我把它移开先啦 OK。然后呢很简单，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按着这一个 hot pot， 就是把它跳这个功能选择 hot pot， 看到吗？ hot pot 就是可以来煎炸爆炒。但是今天你记得它的火候不是那种小小火的，非常的大火的。然后包括今天它这个呢，等一下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直接蒸东西给你们看，因为今天蒸架我们都会有附送，要煮上蒸，对的。所以现在呢我已经开了这一个火了，然后撒一就把它放一点点油下去，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煎一个零失败的这个鸡蛋给大家看的，好不好？那我看一看呢、啊、元宵节吃花生的意义是钱在新年前花完了，希望在过年后，哦原来是这样，你要去买花生吃，哦等下吃花生，等下吃花生快点，有这个意义，哎有这个的嘞，这样我们要去买花生吃、哦、吃多一点啊，花生破花鸟在生前，喂滚，等一下我们再吃多一点、啊、OK， 来，所以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好用来做火锅，对呀、啊、因为今天这个拿来做火锅它可以拿来调节的，就是说你今天那个火候也是可以拿来调，所以你可以看到吗，一开了那个火是非常的快传热的。然后我们现在呢直接把一粒鸡蛋打下去先，然后过后今天你记得它这一个呢，如果是说你今天要来做火锅也好，煎炸爆炒也好，包括你今天要来煲汤煲粥煲饭都没有问题，它非常的轻，然后最重要啊，今天呢、啊、它这个无论你这个外面呢 OK， 你里面多热它外面磨外面呢是没有问题的，明白吗？它这个是用插头的 OK，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这个鸡蛋很快的它就差不多已经熟了，但是它会不会粘，会不会粘到整个底呢？来我们现在呢叫撒一呢开始呢把它移动一下，看到吗？看到吗？这边百多位粉丝，看到吗？它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是完全没有说今天会沾到整个鸡蛋的，看不看到？非常的美啊 ，OK。来，里面说 Thank you 啊 ，OK。来，我买旧的没关系，这个我跟你讲。就算你是买第一代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们在外面看过有类似的，我跟你们讲真的不要买错，因为今天这个已经是 upgrade 版，而且是不需要今天你再浪费时间去那个水分要放多少啦，那个火候要转大火啦、中火啦、小火来去煲汤啦、煲粥啦，或者你要煲其他的糖水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鸡蛋整个可以把它滑出来，看到吗？美美的哈 ，OK， 美美的。然后呢 ，BK 也是说全体工作人员元宵节快乐，来谢谢你 ，BK，OK，、okay? 来，因为小一穿衣服黑色，所以可以看到暗一点，应该是咯。啊啊，又是你的问题。哎呦，我穿黑衣，我下次不可以穿黑衣。对 ，OK， 来，所以呢，百多位粉丝 ，OK， 所以你看到吗？今天我们的这个鸡蛋整个美美飘飘亮亮的，然后包括今天你看这个果是完全没有说有沾着这一个鸡蛋的，然后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关掉，可以直接把它关掉。然后今天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很多粉丝会问我，它可以来煲饭吗？可以，它可以来煮饭吗？没有问题，包括你今天要做那种梅粉啊，都是。可以的，明白吗？因为今天它全部都是选择了这个功能，
然后你就可以去忙你的东西了，他就直接可以帮你这一包这个饭。来，这边百多位粉丝，有没有粉丝想抢购今天的这一个优惠价？听还好啊，今天这个我们只有55台，因为之前呢很多粉丝呢都会一台两台这样子买的，因为买过了过后，我跟你讲，真的你会喜欢上它，因为今天你不需要像以前这样买一个火锅炉，你要只是来做火锅，但是就不可以拿来煎炸爆炒，又不可以拿来煲汤。但是今天这个买给你的父母，买给你的爸爸，买给你的妈妈，或者买给你的老婆，因为什么呢？它可以每天呢 ，OK， 都煲一个呢很好喝的老火汤给你，而且它是完全不需要固火的，把材料放进去，然后直接按这个汤的按键，它就会呢直接帮你煲这个汤了。想知道优惠价的粉丝，来，能不能直接刷一个八号上来？八号，给我知道有多少个粉丝想抢购今天的优惠价。因为如果你们单单在外面买这么大的啦，通常都要100多200块以上的。今天我们今天肯定给到你们的优惠价是最便宜的、最够力的 ，OK， 好不好？所以呢，想要知道优惠价的粉丝打上来一个八号啊。Fanny 却说，如果炸东西炸太久，下面会不会有问题？不会 ，Fanny， 因为今天这个呢，我跟你说，第一，它这一个呢，你可以放心，它是已经 upgrade 版。第二，今天它炸的这一个火候啊 ，OK， 就是说你可以调节大小火，然后包括你今天可以啦，用到一个小时、2个小时连续开着。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的哈，明不明白 ？OK， 然后包括今天来，我们现在呢，直接呢教大家怎样用这个呢来煲一个饭，好不好 ？OK，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米全部放下去先，然后它的水分就说，今天如果你是一杯米的话，你就是放一杯半的水；两杯米你就放两杯半的水，明白吗 ？OK， 我们现在把米全部放下去了过后，然后呢，撒一就会放这个水下去，然后现在它这个如果是煮饭煲饭要怎样煲？因为很多时候很多粉丝是直接会问我要怎样煮饭的，要怎样煲饭的，对不对？很简单啊，所以你们可以先看进来先啊，先上课先。首先我们这边有4个button，头一个呢，你就说如果你按错键，你就是把它关掉，然后过后你就把它按到，看到吗？它会一个一个这样子挑的，这个就是饭，看不看到？然后过后呢，你就直接把它 OK 按了这个饭的键，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呢去忙你的东西了，看到吗？然后你把盖子盖上去过后，它就会自己跟你在这边煮这个饭了。然后最重要，今天你是完全不需要去固火了的，它会自动断电，还会自动跟你保温6个小时。然后你看到吗？一放下去罢了哦，已经开始在那边冒泡了，哎，它就已经开始在煮着了，看到吗？有看到的粉丝来，一人按一个 like 上来好不好？有看到的话，一人按一个 like 上来呀。所以你看到吗？它是直接已经在那边煮着，非常非常的快。至于今天，无论它是煲汤都好，煲什么都好，煲粥都好，你们会担心一个情况，它会不会溢漏出来？因为今天它是会自动呢 detect 到你是煮这个粥，它会小火、中火、大火这样子跟你去调节的。自动帮你调大小火。对的 ，OK。然后呢，它今天这个是插头的哈 ，OK， 不是 USB 啊。现在没有人是用 USB 的，因为不够火力的哈。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粉丝呢都已经有打上了一个八号的，已经打上了一个八号了。来，粉丝们已经公开分享。了吗？已经分享了的话，来打上来一个三号。有分享的粉丝打上来一个三号，给我们的系统抓到你的分享。今天来呀，今天我们有两个颜色，但是呢，其实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颜色不 balance 小，所以只有55个。所以今天。如果是说你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就随机讲好好先。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选择颜色，前面你一下单的时候呢 ，OK， 前10个给你们选颜色先，对，好不好 ？OK。然后这个呢是来自日本打虚弱厂家的，我们的这个多功能的这个 upgrade 版到第二代了的这个万能锅，可以来煲汤、煲粥、煲饭没有问题。今天我们会送你这个整架。一个每一套一定会有送一个。第二，今天我们还会送你这样子一套的这个餐具，有筷子啊、汤匙啊、这个木铲啊，还有青棉这些整 set 这样子。OK， 只要买这个7样东西，我们都是附送在内。听好好啊，今天原价
199块。如果你单单在外面看，它可以自动跟你煮东西，还会自动跟你保温的，基本上真的很少有这个价格。而且我跟你讲，还可以煎炸爆炒嘞，你一个锅顶五六个锅了，明不明白？大容量啊！今天这个26cm 的这个直径，深度7cm， 3.2个里的5包到1个6包 Maggi 面没有问题啊 ，OK？ 今天原价199块，在直播下单有公开分享的粉丝们听还好啊 ，OK？ 今天我限量只有一个55台而已，只有最后的55台，抢不到没有了啊 ，OK？ 所以呢，今天听好啊，小编你一定要跟我算好好啊，你不要跟我 over 啊 ，over 我真的是 over 不到出来给你，没有多啊，没有多了 ，OK？ 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场，听好先，今天不需要你199，也不需要你一个99，99都不用、啊，都不用啊 ，OK， 多功能的哈 ，OK， 今天要的粉丝直接打上来一个 A 79加一，就是这么简单，79加1，如果你要两台，你直接打 A 79加二 ，OK。西马一台加10块钱的油费，如果是你买两台西马直接免油，东马一台加一个30块的油费，两台就是50块的油费。而且今天听好啊，虽然79块，但是今天厂家还给你们一个6个月的保价，还给你们6个月的保价，所以要的粉丝直接可以开始抢购，限量最后只有55台。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之前讲有粉丝真的是直接拿两台，因为如果你有budget，真的你可以拿多一台，因为什么？第一，你一台可以拿来煮家里鸡，拿来焖鸡脚，拿来焖猪脚，或者来煮八姑爹煮汤。另外一台你可以拿来煎炸爆炒了。煎炸爆炒没有问题。对，你又可以拿来呢 ，OK， 煮其他的东西。我跟你讲，你厨房有了这一两台啦，你不用烦了，又可以拿来蒸，又可以拿来煮，又可以拿来煲。最重要，今天它这个智能灶哦，可以煲汤煲粥，是不需要再顾火了的。不需要看火的。对，是完全不需要看火的。然后如果是说你真的是呢，要求要颜色前十就说前面十个呢，你是可以呢选颜色，一个是卡其色，一个是粉色的，对，你可以打上来 ，OK。如果相信我们制作，对，自荐拿随机颜色，自荐拿随机颜色，因为是一个哦，真的。11点真的是没有了的，11点没有，最后55粒卖了。对呀、啊，最后啊 ，OK， 所以要的粉丝直接打上来呀、啊、，OK。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一个一个东西去教学的，就是说今天你可以拿来蒸东西吗？可以。然后现在这一边呢，我们呢是直接煮着这一个红豆水，然后我就等它再滚一点先。然后等一下呢，我就会在上面呢蒸这一个发糕。等一下我会直接蒸发糕，因为今天初十五嘛，对不对？然后呢，这边呢，我们呢就继续在煮它的这一个饭，已经在滚着了。然后这里呢，我现在呢就要煮另外一样东西了，就是煎炸爆炒。记得啊，这个如果是说你们今天要去外面啊 ，OK， 两天一夜那种地方啊，或者是金马伦啊，改天要去的时候，顶啊，要做火锅要怎样？啥意？找不到锅带去。对，然后他那边有锅的，但是很多人会害怕不卫生。对，因为自己家里带，对，自己家里带，你可以带两个，就是说一个汤的，一个是煮清汤，一个是煮。带一捞啊，轻轻拿着走，然后 cable 还有包含在内，明白吗、？OK， 记得今天只要你下单一套，我们就送一套这样子的餐具给你，啊、包括这一个蒸架，你买两套。这个就直接是送两套了的，直接送两套啊，明白吗？增加一样有给你们啊，对 ，OK， 记得一定要公开分享一次在你的个人主页啊。Amy Chow 说蒸东西是按哪一个？很简单 ，Amy Chow， 因为今天他这个蒸东西的话呢，你就直接呢 ，OK， 按这个 hot pot， 因为 hot pot 呢就说你看你蒸东西自己要多长的时间，因为基本上啦，他蒸东西呢他就没有的 set 了的，因为我们有时蒸东西不一定嘛，有时5分钟，有时12分钟，所以你可以直接去调节。如果今天你是要煮火锅的话 ，hot pot， 然后你要关小火，你就可以调这个，看到吗 ？P6、P5、P4、P3 ，OK， 看到没有？然后过后呢，我今天现在呢叫傻姨呢再煮多一样东西了。傻姨，你要煮什么好呢？你想你要煎鱼先呢，你还是想炒菜先呢？煎鱼啊，煎鱼啊 ，OK 了，好了，我们就现在煎一个鱼了。煎一个鱼，因为今天很多时候呢，煎鱼为什么呢？怕火候不够，第二今天又怕那个鱼煎到整个沾到那条鱼啊皮都脱，尤其是这一种，因为什么呢？这一种鱼相信各位大家都知道了，这种鱼啦，我跟你讲，如果是说今天新手的粉丝都知道了，煎鱼是一个很恐怖的
东西来的，尤其是我，因为以前哦，我试过用 gas 啦来煮东西 ，OK， 就是说我来煎鱼啦，你知道我是怎样煎的嘛？开那个火开到很大，然后我妈妈讲好心你啦，你开这样大火，那个鱼不是超大咯，然后我开小火，她跟我讲，你开这样小火，那个火不够，那个鱼要几时才可以煎呢？然后我跟我妈讲，到底我要怎样煮呢？她跟我怎样？是啊，我跟她讲，你想我怎样？到最后她跟我讲，不用担心啦，你开大火先，然后你再关中火。然后我关关她中火，我关到去小火去。然后我那个鱼不煎到几时？所以今天这一个呢，我可以跟你说，不用担心了，你直接一开了这一个 hot pot 的煎，然后呢，你直接呢看到吗？它的这个烟很够力快的，因为什么？看到没有？它是直接传热，非常的快。然后呢，傻姨现在呢会直接放一点牛油下去，那这个是一个技巧来的。技巧。今天哦，如果很怕煎鱼的粉丝们，你们直接放一点的一个牛油下去，对，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弹到你满脸都是。为什么你们要放牛油？因为你们每次煎鱼，每次舀鱼，是不是身上很多水分？对的，很多水分。如果水跟油联合在一起，是不是会喷油？嗯，牛油就起到了哦，给那个油不会喷，不会弹。你很聪明耶！啊，你很聪明耶！然后你们怕那个鱼哦，对，弹油的话，就是这样子而已。OK， 然后呢，Mugetra，Hello Mugetra， 新年快乐！来，请问这个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 ？OK， 它是肉厂家 ，OK， 它是日本厂家，但是它的厂是在这个。中国的，所以今天它这个是中国制造，我也很坦白的直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相信各位大家都很明白的，因为今天啊，包括我们家里每一样电器、冷气都好，都是来自中国制造，只是说它今天这个厂家它会利用什么国家的电板，就是说它会用回它日本厂家的电板，只是说它制造肯定是在中国，生产国都是在中国，对，已经是在中国了的，我们很直接的，不会说今天啊跟你讲这个是 made in 啊 Japan 的，我不会啊。OK， 所以呢，现在呢，看到吗？那个鱼还有水分的嘞。傻一直接把它放下去，哇！你是不是的？我怕哎。哇，不嘞，真的是不错啊。OK。下面都不怕。哇，真的很勇敢啊。OK， 来，所以呢，给你们的银行户口号码可以没有问题啊。OK， 所以刚才我看到有很多粉丝有下单了的，讲还好啊。今天我只有最后55台而已，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今天你要一台还是要两台，或者买给自己的父母一台都没有问题，因为今天他一。用了这个键啊，来按这个汤哦，它是完全不需要再顾火，煲糖水煲这一个汤是完全呢可以按了过后你去忙你的东西了的，明白吗 ？OK，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打上来，所以小偏一定要计算好啊，我们只有今天最后的55台而已。然后今天这个是我们银行户口号码 ，Suggest Service Number 321592790，记得 Public Bank 啊。只有一个银行户口号码，因为最近老千很多，他会盗用我们的 logo 骗你们的血汗钱，看好好银行户口号码才来汇款，不是这个号码真的不要开玩笑啊，所以先截图上来先，先截图上来先，明白吗？记得今天这个呢 ，OK， 大容量啊，如果是有刚刚进来的粉丝还不知道要怎样用，还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一直打上来，然后有下单，还不明白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来可以打上一个一号，然后我会重新再讲解，因为今天这个它是26cm 的这一个 OK 直径深度7cm 啊，还是今天这个呢3.2个里的大容量可以拿来煮5包6包 Maggi 面没有问题的，明白吗？ OK， 老千出来了，够力了，真的，你讲了这么多都还没有讲价钱，我讲了啊，莉莉已经报价了啊， OK， 应该是呢慢了那一个 WiFi 啊， OK， 来煮饭按什么键？很简单啊 Fanny， 哇，你看我的饭差不多好了嘞，煮饭差不多了，哇，真的很快耶！所以煮饭今天很简单。总之，你今天有4个button，通常啊，第一个就是呢按错键或者是关掉，就是按这个了的。然后最后这个就是function就是选择功能。今天你按一次，它就跳一次了的。煮面你就按这个面，然后呢，如果是你要煮粥，你就按多一次，它就会跳去粥。如果是要煮饭，你就直接按多一次，它就是煮饭了，看到吗？今天这个呢，如果是之前有看过我们的直播的粉丝都知道的，这个我们来做过瓦煲鸡饭，我们也做过这一个呢 ，OK， 那个过新年的时候我还来做过这个腊梅饭，也是有非常的漂亮，很简单做，明不明白？包括今天如果是说你要煮那种咖喱鸡啊、猪脚这些啊，你用这个汤的键或者是糖水，因为另一边这一边呢，我是已经在煮着这一个红豆水了，看到吗？我是已经在煮这红豆水了，所以今天你记得哈，它这一个你看到没有？我装到这么满，8分满的啊，
等一下我关播前你们再看它的水分有少吗？我跟你说你不用担心，而且我的红豆啊，我跟你说它会直接开花到完，直接绵绵，因为它准准一个小时，你煲老火汤没有问题，你煲这个糖水都绝对没有问题的，明不明白？ OK， 来，哇，很多粉丝有下单了啊，所以记得一定要公开分享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粉丝们你们的名字上面没有写的，所以赶快公开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就可以了。 OK， 来，所以王婉华要79+2可以，没有问题啊。 Hello Berlin Choi， 早上好啊，早安早安。 OK， 来，所以我看到很多粉丝下单我就没有念了的，早上好，妈妈说好用。 Hello 周一灿，元宵节快乐，新年快乐啊。周一灿，我们新加坡的粉丝来的，谢谢，真的谢谢卓一灿的 OK， 这么多年的支持了，嗯，然后呢也真的很 support 我们啊。卓一灿讲他已经在这边了一年了，他讲他很高兴了，他讲他在 OK 做了小三一年，昨天的 FM 我有看的哈，啊，OK， 来谢谢卓一灿的 OK， 来，所以呢看到很多粉丝下单呢 ，Hello 小明星，哇，小明星是我们东马的粉丝。今天也下单了粉红色，没有问题，小明星，马上跟你做记录啊 ，OK， 谢谢你们啊 ，OK。Kelly Lee 也是说要面条，可以，没有问题。我们面条地点是在 KL 可风，在 KL 可风，但是你一定要在直播下单前，因为我只有最后的55台，55台我就会直接关了，因为没有办法，真的不够，最后而已。所以呢，你们不要骂表妹啊，因为这一个呢，厂家跟我说拉小，他广告打到很够了，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是要面交的粉丝们呢 ，OK， 记得我们这里是 Kebong KL， 如果你不会来，你打一个 online kaki mo 就会带你来到店面了的，用 Waze 或者用 Google Map， 明白吗？但是一定要在直播下单先，我才可以做一个预留给你，因为没有的话，等一下你来到我真的不够货给呀，啊，好不好？然后呢，傻义这边你的鱼呢，我可以把它关小火一点点了。哇，你的鱼翅够美哟，哦啊！所以呢，如果你要关小火，你就按这一个 ，OK， 看到吗？然后呢，我们就准备这一个呢，我们的叫什么？发糕。啊，因为今天哦，蒸发糕真的有技巧的嘞。如果是说你的这个火候不够啦，发糕是蒸不到的。所以今天那边我已经准备了这个发糕了的哈。然后我们准备那个蒸架，等一下把那个发糕放上去的 ，OK？ 来，所以呢，邮寄费 OK， 今天一台的话，如果是有刚刚进来的粉丝呢，想要再知道优惠价的，可以直接打上来一个八号啊 ，OK， 直接打上来一个八号啊。西马一台10块钱邮费，东马一台30块的邮费。今天如果你买两台，西马直接免邮，西马直接免邮啊 ，OK。然后如果是说今天东马的话，两台就是50块的这一个邮费的，明白吗？然后今天原价 ，OK， 原价。如果你们单单在外面看啊，不要只是讲这个万能锅啦，只是一个只是来煎炸爆炒的锅都好，都要100多块以上。但是今天我给到你的这一个是多功能的，可以来煲粥、煲饭、煲汤、煲糖水，是完全不需要固火之外，它会自动断电，它会自动跟你保温6个小时，还可以做预约时间，明白吗？所以今天这个呢，原价199块，来自日本的虚肉厂家的，今天我只有最后的55套而已，要下单的粉丝直接打上来一台，只需要79块直接带走一台 ，OK。所以你要一台，你打 A79+1；你要两台，直接打 A79+2 ，OK。今天我们还给你们6个月保价，但是今天肯定有送东西啦，好不好？今天呢，因为元宵节嘛，厂家说没关系 ，OK。还是要照送你们一个蒸架，白钢蒸架之外，还会送你们这一套餐具。你买一套就送你一套，你买两套的话，这个餐具就是送你两套，包括蒸架都是送两套的，明白吗？然后你们会好奇，为什么这个粉丝会买两个的？为什么有很多粉丝又改单的？很简单，因为今天你一台可以直接拿来煎炸包炒，拿来煮焖咖喱鸡，一台可以拿来煲汤了，或者今天你要拿来焖那些其他的东西，或者煮冬菇盖饺，你们喜欢，或者你今天要煮腊梅饭，你一个可以煮腊梅饭，你一个可以来煲汤了。这样子我跟你讲，你很快了的，你直接一个腊梅饭已经好了，你的汤都已经好了，你是完全把材料放进去，选择了这个汤的键，它就1个小时跟你直接煮，直接断电1个小时，完全不用担心水分会少掉，因为今天你装8分满的水，它只会少那一点点，明白吗？只会少那一点点啊 ，OK。然后今天这个呢，
讲到发糕这个东西啦，相信很多粉丝们，如果是说今天你有弄过发糕，自己弄发糕来拜拜的话 ，OK， 都知道的啦。因为什么？发糕火候不够大啦，它是不会发的。对，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直接把它 ，OK， 这个盖子打开，然后我直接把它放上去上面，因为今天它这边已经开始滚了嘛，我就直接把它放上去，然后盖子盖上去。记得哈，如果今天你是要煲粥的粉丝，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你明智的选择。第一，这个煲粥它不会说很容易溢漏出来。第二，今天这个煲粥是不用固火，那个汤那个水分会变少，因为它会自动跟你调节大中火。小火，然后包括今天你这边可以煲粥，上面可以来放海鲜做海鲜粥，明白吗？然后这个位置你看到吗？我的手可以这样子摸的，这么滚呢？因为今天它外观只有温，它不会烫到你的手，好不好 ？OK。然后我们的鱼呢也七七八八了，哇，很多粉丝有刷上来。请问新加坡户口有吗？我直接进新加坡户口，有的王华华，你直接去我们的 inbox， 我们的小帮手呢会发这个新加坡户口给你的。新加坡粉丝如果要买的话呢 ，OK， 来新币的话，一台是58块新币啊，两台就是100块的新币，加买这个邮费了的新币啊，好不好？然后呢，粉红色可以啊，在JB吗？我们是在 KL 吉隆坡，我们是在吉隆坡。如果是说JB的话呢，我们可以邮寄过去3C 嘛，一台加10块钱的邮费，两台 C 嘛直接免邮。这样子的话，你或者交朋友，或者买多一台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妈妈，好不好 ？OK， 来，所以呢，用什么插头 ？OK， 来，所以呢，今天我刚才有讲啊 ，OK， 996所有作者刚才。你没有听到没关系啊 ，OK， 来，所以呢，它这一个呢是三叉插头，马来西亚三叉插头，你可以放心，你绝对可以放心，不是那种呢 ，OK， 中国插头来的，所以呢，这一个呢，你绝对可以安全使用。马来西亚的那个插头，马来西亚的电价。对的 ，OK， 来 ，Hello， 杰西，今晚去哪里抛竿？杰西，我跟你讲，他没有的气了啦。抛竿啊！哎呀 ，MCO， 他在家好了，不用抛了 ，OK， 里面的肋骨可以拆下来，不可以啊，说天旺，那。今天这个已经是 upgrade 版了，为什么呢 ？OK， 因为以前呢、啊，我们还是用以前那种思想的话呢，以前的是那种拆出来洗的，然后它的水分又要抹干了才可以用。但是今天它这个是一体的，一体锅，只是说今天你要清洗呢，你可以热热拿去清洗。然后第二，今天它这个清洗的过程很简单。你只需要用青棉放一点洗碗巾就可以了，它不会沾的。第二，你的水分倒左右边，不要尽量不要倒到插头啦，如果是倒到马上抹干它。然后包括前面的 button， OK， 真的不小心碰到水也是没有问题，但是尽快抹干它，不要给它水分存在这一个位置，就是这么简单。只是说今天外面呢，通常呢你拿一个布抹它就可以了，明不明白，好不好？然后呢，哇，怎样清洗来？韩婉清，来，我们现在这个鱼拿上来了过后，我们就直接示范怎样清洗给大家看啊 ，OK， 就会直接示范清洗啊。因为很多时候你们会问我，表妹，这个热热可以拿来清洗咩？不要玩我啦，等一下坏掉咧，这样烧咧，会不会坏掉这个材质啊？来，因为今天这个呢，它是来自日本大金图腾，不粘锅，所以今天这一个。它可以热热的直接拿去冲洗，是不会损坏它的材质的，明白吗 ？OK， 来，所以呢，李恒奥说 PM 不用 PM 了，直接要一台打 A79+1， 要两台直接打 A79+2， 因为今天这一个呢 ，OK， 你在 PM 的来，我怕不够了啊，明不明白？所以你要的可以直接打上来，要的可以直接打上来呀、啊，有附送白钢架，对，有附送一个的，一套就附送一个，两套就附送两个咯。然后如果是说今天你买了两套的话，然后意思你要增多一层可以的，你把那个增的再放上去也是可以增东西的，明白吗？来，给我你们的户口号码，可以没有问题呀、啊、？OK， 我们的小明星，明不明白？明不明白？明不明白？可以呀、啊，来，我现在给你们截图先啊，所以你们可以先截图上来我们的银行户口号码先啊 ，Suggest Vision Yamaha 3215927906啊，只有一个银行户口号码而已啊。Brandon Lim， 来，表妹和傻义 ，Happy Chai Gourmet， 来 ，Hello Brandon Lim， 元宵节快乐，来，元宵节快乐啊。那 Brandon Lim， 我跟你讲哦，我真的是潮州人来的，但是我今年都没有的回去酒窝，都没有的，讲讲有那个气氛比较
什么，但是 OK 啦，跟爸爸妈妈也是在这里庆祝潮我们的潮州人的新年了，也是 OK 的 OK 来。所以呢还有我们的韩婉清也是 H49+1， 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啊，很简单，如果你看到你的名字上面有一个 share 分享者呢，就是代表你已经成功抢购今天的这个优惠价了，因为只需要公开分享一次罢了，不需要多啊，不需要说你今天分享到很多个群啊，弄到你中 block， 不用的，你只需要分享一次在你的个人主页，然后呢在你的右脚方按一个 like 或者一个爱心上来就可以了，明白吗？好不好？ OK， 来，所以呢如果是没有截到图的话可以告诉我是什么货品呢，不沾还是卖饭食？不是，我这个是不沾 OK， 大金图层不沾，我的这个不是卖饭食啊 OK， 如果是卖饭食我会很直接告诉你的 Crystal， 好不好？来，所以要粉色老千出来了，对呀、啊、真的不要开玩笑啊 OK。 然后记得哈，如果是说今天你们呢 OK 可以的话，我们这个是随机的，颜色是随机，只是说前面十个的话我们就是尽量给你们选颜色啦，我们因为其他啦颜色都是一样的，明白吗？只是说今天这个是卡其色，这个是粉色而已，因为今天我们这个颜色呢不 balance 了，希望你们明白啊 OK。 然后重写可以没有问题啊，来，所以呢 DQ1 也是分享了，来，谢谢你，所以你看到吗，谢谢你，很简单的，这么清晰，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请问煮饭要按什么键来？刚才有讲啊 ，Fanny， OK， 你直接选择功能那个饭就可以了，有收到吗 ？OK， 来，所以 Fanny 有在吗 ？Fanny 有在的话打一个在字啊，一样选择功能方向，按按按，它会跳的吗？它一跳到这个饭就可以了咯。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是要煲汤呢，教你妈妈很简单，你跟她讲，哎呀，老人家每天忘记顾火啊，等下妈妈跟你讲，我不会煲汤了，要按什么这样多个键，不用的，很简单，你直接教她直接按一粒就可以了，她一按一次她就跳一次的，她跳到去这个汤这边呢就可以了，她就可以去忙了的，明白吗？ OK， 然后过后呢她是完全不需要顾火，完全是不用顾火的 OK。 粉色已经是没有了哈，粉色已经是没有了，小片已经打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全部都是随机了。那天跟好友哥下单，昨天收到的拿来用，超好用的，来，谢谢你 Anychin， 谢谢你的好评，真的非常谢谢你的好评，真的很开心呢，我们每一个粉丝呢都可以呢用到一个非常方便非常好用的这一个锅，哇，对，我跟你讲，我看到一个哦，够美哦，哎呦，你看到吗？已经开始发了我们的这个发稿啊，所以今天你看到吗？火候够吗？我跟你讲，今天隔着评论你们都可以看到今天它的火候够不够力，你看到吗？如果它的火候不够了，我跟你讲那个发稿是不会开的，所以今天你看到吗？刚刚才放下去而已耶，它就已经开了了，看不看到？所以现在呢我们呢就在煮另外一样东西啊，因为今天这个呢如果是刚刚进来的粉丝们呢，我会直接很直接告诉你，真的今天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太好用了，不是我自己讲，而且我们的评论你看到呢，刚才一开播已经有好评上来了的，因为今天这个可以来做火锅，可以，可以拿来煎炸爆炒，可以，今天还可以拿来煲饭，没有问题，包括你今天要煲汤，煲汤水，整个这个一个锅顶六个了，明不明白？所以现在我们直接炒一个呢我们的这个青菜出来先，好不好 OK。 那我们先炒一个青菜先啦，因为呢基本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呢要吃青菜的话，你会担心一个情况，哎呀那个青菜要快速炒又不要没有那个椰粒素，要怎样办呢 OK。 来，今天火候够的话，我跟你说你炒菜不是问题，煮东西非常的快，而且这个火候我敢跟你讲啦，谁都会用 OK。 然后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选择功能，按去这个 hot pot， 按去这个 hot pot 就可以了。然后很多粉丝如果是说今天你觉得哎呀我很忙了嘞，表妹我下单了我就要去忙了，我又来不及看你这个怎样示范怎样煮怎样用，很简单，粉丝们你直接去我们的这个 OK YouTube，去 YouTube 啊，然后你去 subscribe 我们的这个 online Kaki Mall， 来我直接给大家看先啊，咦，一下子啊 OK。所以如果你们是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打上来 OK。 哦，我又按错了，哦，来，所以你看到吗，你可以去 YouTube， 然后你直接 subscribe 我们的这个 online Kaki Mall， 然后过后里面呢我们都会有我们每次的直播，还有产品教学，还有我们的食谱 OK， 全部都会在里面，包括今天呢我们呢每一个产品呢教学都会在里面的，明白吗？你只需要去 subscribe 我们的这个 online Kaki Mall 就可以了，去 YouTube channel 那边，明不明白？就是这么简单。哇，你还没有好的喂，哇，很热了哦，看到没有？哇，那个火候是够快哦。哇，啥意？
又不不又适当不不。我调哇，你调什么？你煮好料啊！来，别混闹啊！来，谢谢你啊 ！OK，I、okay, think 啊 ，last year buy 啊 ，already but 哦 ，until now 啊 ，haven't opened it 的。冰冲开来用啊，不要浪费它啦！煲汤不用你麻烦了哦，放完下去，选择汤功能，它就可以跟你煲汤了。OK， 哇，不要拿这样子干烧烧，因为我给你关掉先啦、啊。OK， 不可以干烧哎。OK， 来，所以呢，很多粉丝有下单了的。Catherine 说怎样洗锅，很简单，刚才我们有示范了的，直接热热拿去清洗。如果是说有油分，你就放一点洗碗巾；如果是没有油分，你用清水洗就可以了。因为基本上它是不会粘的，它是不会粘的。但是记得不要用铁铲啊，我们都有附送呢一套这样子的小木铲给你们的，明白吗？所以呢，你们都可以直接用这个小木铲，好不好？可以直接用这个小木铲啊。这个我有买了，莉莉，来谢谢你啊，莉莉 ，OK。然后呢，他教我记，不明白，OK， 没有问题啊 ，OK 下两个可以包邮吗？分开记 ，OK， 韩婉清，因为这个呢，如果是说你买两个呢，我们西马是直接免邮，但是如果是分两个地址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呢，就要分两次的邮费啊，希望你明白 ，OK， 会吃电吗？不会，因为今天这个呢，它只有一个800W到1000W，所以基本上我跟你讲，比电饭煲更加的省电。比电饭煲更加的省电啊！杰西说：“表妹，洒液晶耳去哪里抛干哦？还没有的抛，没有的抛干呢。因为哦，今年不可以去抛，关不可以开，所以呢没有办法，待在家就好了。OK， stay at home。对 ，stay at home。OK， 来，所以呢，刚才没有写到啊，因为粉红色没有了啊。OK， 所以希望你们明白，刚才最后的粉红色没有了。OK， 所以呢，我们呢 ，OK， 粉丝们真的，今天你们这个呢？”24小时内汇款呢 ，OK， 我们呢就会呢给哪一个顾客先，就是说如果是要粉色，要求粉色，哎，其实啊基本上啦，卡其色是很美的，我也是我就本身喜欢卡其色，不懂是不是我不喜欢粉色的关系啦，OK， 其实记住很简单，如果是说你现在直接汇款了过后，然后等我们的小帮手发那个 tracking number 给你，然后工作天 ，OK， 如果是西马的话 ，OK。5到7天这样子，3天到5天这样子啦。OK， 工作天是3天到5天啦、啊，没有算星期六啊。OK， 因为明天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不是工作天，是由星期一开始，星期一开始邮寄的，明白吗 ？OK， 可以连接开着煮几长时间？我这个我试过在直播煮1小时45分钟没有问题，2小时也可以。包括今天如果是说你要煲汤啦 ，OK， 这个饭已经好了的，等一下我们呢可以来做炒饭。所以今天如果是说来现在。那我教大家怎样去按啊 ，OK？ 那边呢，我们就继续炒菜先，不要管它。来，所以今天这个呢很简单，我们选择功能。如果是说今天你是要煲汤啦哈 ，OK？ 比如说煲汤，它是1小时，它就会自动断电嘛。但是呢，有一些老人家就说，哎呀，我喜欢喝老火汤，基本上1小时，它这个呢煲老火汤一流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要加时，你喜欢煲2小时，来，你可以调节。看到吗？2小时它就会自动断电了的，它会自动跟你保温6小时。然后这个是什么键呢？这一个呢，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炒了饭，你炒了面，炒了米粉，然后你再觉得，哎呀，我要怎样给它保温呢？等下老公回来吃的时候，那个面冷了，孩子放工回来那个饭也冷了。很简单，你直接把它按这个选择功能跳去保温就可以了。明白吗？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2小时、3小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所以现在我这个把关掉先 ，cancel 了它，因为我里面这个饭已经是好了的，我这个饭已经是好了的。然后撒一呢，那个菜呢已经呢好好了，我这样子过去它就好了了，非常的快啊。Hello， how many liter？ 3.2，3.2， OK， 3.2， 5包大包。6包的 Maggi 面放下去煮一咖喱没有问题 ，OK。如果是煲汤，小人份，就是说一个碗啊，这个碗啊 ，OK， 4碗到5碗没有问题啊，好不好？4碗到5碗啊。来，哇，有白杠蒸架，对，有附送一个白杠蒸架啊 ，OK。然后呢，要烘音却说要两个，如果你要两台，你打 A 加二；如果你要两台，你就打 A 加二啊 ，OK。所以你就打 A79+2就可以了，好不好？有附送啊 ，Grace 也是说汇款的，可以没有问题啊。粉色呢？来不及被抢购完了，对呀、啊，来，所以呢，梁美珍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啊，有送增加啊，我回复了第4次啊 ，OK， 我已经回复了第4次啊，有听。
听到吗 ，Peggy On，Hello， 来，所以有福送这个增加的，只要你有公开分享一次就有，明白吗？好不好？来，所以呢，我很多粉丝下单，可以知道尺寸了，可以 ，OK， 来，我再重新讲多一次啊。26cm 的直径，深度7cm， 然后3.2L， 就是呢 ，OK， 5-6包麦吉面放下去，含不浪一起煮没有问题 ，OK， 来，所以已经有回答了 ，OK， 什么 watt？OK， 800到1000W， 800到1000W 啊，如果放两层增加，第二层的增加蒸东西够热吗？可以，绝对是可以，这个我有试过了的，只是说如果是说你今天是蒸那个肉的话啦，你就放底层，如果你第一上面是蒸豆腐那些，你就放上面那一层咯。OK， 绝对是可以，因为呢，它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发稿已经要发了，它是有洞洞的，所以呢，它可以直接呢透到一个第二层，没有问题，它的火候绝对是够的。OK， 如果买一台有送些什么，没有问题啊。想要再知道优惠价的粉丝，有刚刚进来的粉丝来。打上一个八号，我再重新报价多一次了，因为呢，我今天剩下最后的55台而已。小片，你一定要给我知道剩下最后的多少，因为55台我就直接喊 stop 了，然后我就要关播了的，明不明白 ？OK， 来，今天这个原价，如果是说你们单单在外面可以看到的，只是单单普通锅啦，没有 upgrade 版的啦，都要100多块。但是今天我这个是已经 upgrade 到第二代，而且如果是说你单单你可以看到、啊、它的外观很漂亮了的，已经 upgrade 到全部颜色很美，而且它这一个呢有煮面，给小孩子煮麦吉面不用固火的，按这个面就可以煮麦吉面了，包粥包饭包汤，包括做火锅都没有问题，一选那个功能键它就会自动跟你煮，而且自动断电自动跟你保温的 ，OK， 明不明白？今天这个原价199块，在直播下单有公开式分享的粉丝们，只需要公开式分享一次在你的个人主页而已。然后今天我们会送你一个白干蒸架一个啊，一套里面我们就会送你一个，然后过后呢还会送你这一套东西，这个餐具7样东西，总共全部加起来 ，OK， 今天要带走一台的粉丝们不需要199。只需要一台79块，直接带走一台。要一台直接打上 A79+1， 要两台直接打 A79+2。颜色没有的选择了，因为呢粉色已经抢购完毕了，剩下卡其色。但是卡其色也是很漂亮的，因为基本上功能都是一样的嘛，明不明白 ？OK， 所以要的粉丝可以直接打上来。西马一台10块钱邮费，两台西马直接免邮 ，OK。然后东马一台30块邮费，两台50块的邮费。但是今天听好好啊，我们厂家还给你们6个月的保价，而且是马来西亚三叉插头来的，说明书有在里面，明白吗 ？OK。然后记得这一个呢 ，OK。如果是说你今天有 budget 有能力，真的可以买多一台，送给自己的父母，一台送给自己的老婆或者自己家里用，或者给孩子去宿舍住的时候可以用，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是说你买两台西马是直接免邮了的，包括今天一台呢在家里可以说一个南门家里机，一台你可以直接拿来呢 ，OK， 煲汤或者是煲糖水或者是煲粥，你是完全不需要今天洗了这个锅要等那个锅酱很麻烦，因为今天它这个是完全不会耗电啊。新加坡粉丝一套的话新币58块新币。加买这个邮费的两套的话是100块新币，加买这个邮费的哈 ，OK， 有收到吗？会耗电吗？林典丽 ，Hello， 林典丽，不会，它这个绝对不会耗电，它只有800到1000W而已 ，OK， 800到1000W而已，所以绝对不会耗电的，可以煮少少饭的吗？两碗 ，OK， 煮饭需要多久 ？OK， 来车穷串可以。如果今天你是要两碗饭的话，没有问题，你不要拿来煮，你直接拿来蒸更加的好吃，因为什么？第一又有营养，第二那个饭呢又快又粒粒分明，20分钟搞定 ，OK？ 你只需要装一个8分满的水分，然后你直接 OK 两碗的米把它放进去，比如说这一个碗它可以放到两碗，没有问题啊，它这个蒸架，然后你直接两个碗放进去。蒸 ，OK， 直接放进去蒸。然后如果是说你要就说你不要固火的话，很简单，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按这一个 OK 选择功能，你直接把它用这个饭的功能，你装8分满的水，你拿来蒸饭，蒸两碗饭，20分钟搞定，就直接好了的，就是这么简单。OK， 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呢 ，OK， 我再看一看啊，有很多评论啊，所以记得粉丝们真的。一定要公开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你名字上面跳出一个分享者 sharer， 然后呢，如果是说你还没有看到的话，赶快去分享先，然后呢，你就再进回来打一个3号，给我们的系统抓到你的分享，给我们的系统抓到你的分享啊 ，OK？ 祝元宵，祝贺所有 Onagakimo 的工作人员元宵节快乐，欧米啦，谢谢你 ，CK 夫，谢谢你，对，也祝你呢 ，OK？ 元宵节快乐，谢谢你啊 ，OK？ 大家元宵节快乐。对的，请问有送增加？有啊，刚才已经回复了啊有有有 ，OK。来，所以呢，如果是要两台两个颜色，没有，因为我们的颜色已经没有了，最后了，剩下只有卡其色，所以你们要就要赶快，因为我今天这一场直播 ，OK， 最后了的拉小的这一个产品已经是可以说。拜拜，卖完了，已经是最后55个，所以呢，55个小片你一定要打那个 stop 打3次上来，然后我就直接关了，因为真的不够了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呢饭呢，我们可以直接拿上来了 ，OK？ 因为这个饭是我们刚才煮的，哇，我跟你讲，你看这个饭美不美？你们可以自己看，看到吗？这个饭美吗？美的话，来粉丝们打一个美 ，OK？ 打一个美，真的，你看到吗？那个饭美到，你看。真的是不是开玩笑哦？你看煮这个饭真的是非常好看的，看到那个饭粒粒分明的嘞，不是开玩笑的嘞，我跟你讲。OK， 然后如果是说今天那个饭呢，那它的底部来，傻姨我们自己很直接告诉大家的，今天它底部呢，我可以看到吗？美美的，只是说如果让它有一片呢，它会有一个胶，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拿上来，薄薄一片，因为为什么？它中间这个存热圈，它这个发热 ，OK， 是在中间的，所以这个来，傻姨可以直接把它丢掉，因为它只是薄薄而已，看到吗？但是它是完全没有粘的，我很直接告诉大家的，明不明白？因为基本上如果是说你是要用电饭煲来煲饭也没有问题，只是说今天家里一定是有电饭煲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是完全这边美美了，这个饭没有粘的，看到吗？很漂亮的，来，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中间，傻姨直接给大家看，我们很直接的，看到没有？啊，我没有骗你们，也没有骗你们，而且这一个呢，我是直接在直播没有的 stop 的嘛，也没有的 reverse 的，看不看到？啊 ，must be 讲对的 ，OK， 来，然后现在呢，我们呢就可以直接呢做些什么呢 ？OK， 来。那这边呢，我们现在呢剩下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炸东西啦，我们又可以来炒饭啦 ，OK？ 小编，你给我知道剩下最后的多少台 ，OK？ 然后呢，如果还有时间这样子，我们就炒一炒这个饭哦，因为等一下你们也是要吃的。我们炒了饭过后，我们就做到最后一样，等一下就是炸东西，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饭呢，那小姨炒饭这东西就交给你啦 ，OK？ 啊，来了。大显身手了，很多年没有炒饭了，很多年没有炒饭了 ，OK， 来，所以火候你们绝对是不用担心啊 ，OK， 然后颜色我们真的是随机发了，因为最后了会沾底吗？所以基本上很像刚才我们煎东西啊，煎鱼都好，你看那个鱼美到美美的，没有脱皮的，所以它是不沾的，明白吗？好不好 ？OK， 来，所以呢，早上好 ，GCN、GML、U Carries，OK，、okay? 早安啊 ，OK， 安来，所以呢，今天这个呢，它是一个26cm 的直径，深度7个cm， 3.2个里多，3.2个里多可以煮到5-6包大大包的 Maggi 面，没有问题啊。Hello， 琴琴，早上好，元宵节快乐，杨琴琴，来，我也祝你呢。身体健康，然后呢，记得刚才我们有粉丝讲，原来哦，元宵节要吃这个花生哦。元宵节吃花生啊，因为花生是有鸡那个鸡，所以呢，六妹等一下去买花生吃喽。那、你不懂嘞，你要有钱吗？要的，你就要吃花生 ，OK？ 啊，总之你相信我，相信我。对，那、来几个功能很简单，它今天这个呢 ，OK？ 来，小姨可以直接呢。炒你的饭了，我只是叫它移下来罢了 ，OK？ 它有这个煮面的功能，煮麦记面给小孩子用。然后如果是你要煲粥可以，饭可以啊 ，OK？ 火锅煎炸爆炒没有问题，然后汤也是可以 ，OK？ 所以今天这些全部这个选择功能都已经在这边。但是如果你问我啦，你要煮糖水要怎样煮嘞？用汤咯。然后如果你要煮咖喱鸡嘞，你就用这个汤咯。如果是说你今天还是要焖东西的，你也是可以用汤的煎，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这一边呢，我直接给大家看一看先啊，我这一个位置呢，我的这个发稿已经是美到哦，没有朋友了咯。哎呦，看到吗？美不美？你看我的发稿全部发开了的，看到不看到了 ？OK。所以今天你看到我的这个红豆水还在煮着，差不多要好了，还有3分钟罢了。但是你看到我的红豆水的水分吗？来，有看到的打一个看到啊！你看我们的这个水分8分满啊，刚才
你看到我的红豆水有溢漏出来吗？没有。水分有少吗？没有。我整个过程中我也没有加过水，我只是放东西上去蒸罢了。所以你看到差不多一个小时，我的这一个水分还是这么多。所以今天你要煲汤，你不用再担心你的水分会少掉，你会担心它会超达，包括这一个红豆水啊。我跟你讲，小易，等一下你要帮我放那个糖了。哎呦，我要放冰糖了哦。这个是我要喝的豆沙哦。哎呦，不要开玩笑 ，OK？ 所以呢，你可以差不多到后面你才放这个冰糖，或者是你们要放蔗糖这些，你们自己喜欢啦、啊。OK， 你们可以自己喜欢啦、啊。我就本身比较喜欢放冰糖，然后呢，你就可以给它搅一搅。哇，我也不是开玩笑哎，那个红豆已经开始开了哎，开到完了哎。那所以呢，今天你看到吗？只需要这样子就可以呢，煲一个红豆水了。绿豆水这些全部没有问题啊 ，OK。然后呢，听说多一次怎样蒸饭啊？很简单，你很像我这样，把这个蒸架放两个碗下去，那个米 ，OK。然后你按这个呢，煮饭的功能，水分很像了 ，OK。七分满就可以了，不用八分满了哈。如果你要蒸饭，七分满，然后你就选择功能，按饭的键，或者按汤的键。然后呢就可以了，二十分钟就已经好了的，二十分钟就已经蒸好那个饭了的，好吗 ？OK， 美，来谢谢粉丝们啊 ，OK， 会年底吗？不会的，亲戚，他这个绝对不会，所以他这个真的非常好用，你看到吗？哇，哎呦，你的饭可不可以了？你会，你会不会炒饭的 ？OK， 没有鸡蛋的，第一次炒这种，要放鸡蛋啊？你全部炒了先，没关系，啊，鸡蛋也可以最后的。啊，把它这样子就快了，哎呦，不嘞。所以呢，你看到我们的这个美美的，看我们刚才包饭美美的，看到吗？漂漂亮亮的 ，OK。来，所以请问这个是什么材质？这个是大金涂层不粘，大金涂层不粘锅 ，OK。Daikin 啊 ，OK， 这个是 Daikin Cushion 啊。来，我买了，开始用了，要怎样洗哦？很简单，拿放去水那边，然后自荐拿青莲，我们有送给你 ，OK， 洗一洗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呢，之前我们有粉丝，他那个火候呢开太大，然后他就赶不及煮东西，超大了，那不要用铁刷，我教你一个方法，超级容易。今天他这一个呢，因为他是大金涂层，我如果是说你今天煮东西超大了，不要去。你去刮它，不用的，你直接倒那个水下去，差不多一个六分满七分满这样子一般啊 ，OK， 然后开热它，水它煮大滚，放一点点白醋下去，它就会浮一层那个胶底上来了的，它不会损坏它这个材质，明白吗 ？OK， 不错哦，真的嘞，我跟你讲，亲戚，你要不要下单？最后了啊，今天最后午休五台而已。所以呢，已经是没有了的。现在剩下最后多少台嘞？我暂时还没有看到，因为呢，应该是有测试小片，应该是有打上来，我看不到，好不好？所以呢，来 ，sorry， I miss out cook red bean 啊 ，dessert， what button should set 啊 ，bang chong， 很简单，今天你直接 choose 那个汤的 soup 的键就可以了，你按那个汤的 button， 它就可以煮这个红豆水。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比较绵的话，来，我现在重新教大家按一次啊，因为我喜欢红豆水比较变沙沙这样的 ，OK， 我就把它 cancel 了先。煮红豆水、煮绿豆水呢、煮糖水这些呢，或者是那种辅助移埋啦，也是可以啦 ，OK， 你们就用这个 function 选择功能，把它按去这一个 soup， OK， 按去这个 soup。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要煮两个小时，你就可以把它按到这个两个小时。看到吗？它就自动断电，然后自动跟你保温六个钟了，明不明白？所以今天这个呢，你看到没有？它就会自动开始在那边跟你煮咯，而且水分都不会少哈。鸡蛋就打了。啊，你直接打你喜欢的，你炒散它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全部要散散的嘛。OK， Hello Thomas， 早上好啊。OK， OK， Thank you 嘞，谢谢你啊。Kelly 也是79+1啊，可以啊。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哦，粉丝们。OK。来，我喝点水先，我真的很口渴了，所以有问题可以打上来呀、啊。给我喝一点点水先。哦，我的发糕发。
了，等一下拿下去拜拜我们。哟，你看那发糕，会笑的嘞。所以呢，发糕呢基本上啦，以前我以为哦是要选发糕粉的，原来不是哦，火候够大哦，就蒸到发糕会笑了的哦，傻意。就蒸不到了，所以证明它是火候够大的。OK， 来文昌说 OK clear， 好的，谢谢你文昌。OK， 来重写哎，七十九加一刚刚下单粉色，现在下单多一台令记可以没有问题呀、啊。OK， 所以你都得是要两台呀、啊。OK， 但是粉色我们就刚才已经是，如果是你刚才有下到单粉色，你有抢购到的话就。现在是没有了的、啊、只有卡其色 ，OK。来，所以 Shirley Chan 是 H49+1 啊，可以没有问题，记得公开分享，一直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啊。然后呢，我就看一看我的另外一台手机，因为呢，我完全看不到小天打东西上来我。看一下，啥意 very concentrate on cook？ 哇，我跟你讲，认真的男人是最帅的，所以呢。我怕炒到它烧焦。哦，我一定要认真。其实呢，因为我不厉害。我给你咬的了 ，OK， 来，所以呢，想要再知道优惠价的粉丝来，可以打上来给我知道啊，可以打上来给我知道啊 ，OK， 可以打上来哟。好了。好了。那个蒸架又是什么材质？那个蒸架是白钢的 ，OK， 白钢的哈 ，OK， 小林。然后呢，洗会麻烦洗吗？然后弄到水会坏吗？美丽，没有问题，你不要走开先，等一下我这个饭炒好了，我教你怎样清洗，好不好？很简单罢了。等一下我教你怎样清洗啊，所以你给我一点点时间，这个饭要好了，茶叶要拿上来了。在哪里啊？啊，你放在这里也可以用，还是你要这个洗一洗它咯、啊？然后我开这个保温就可以了嘛。哦。啊，对呀、啊。原来有这样哦，原来有这样子操作嘞。OK， 所以傻一拿那个去洗先啦、啊。OK， 等一下这个呢，我们就直接热热示范洗一次给你看，好不好，美玲？所以如果是刚刚进来的粉丝，想要知道优惠价，打上一个八号上来，打上一个八号上来，然后我再报价多一次啊。OK， 明不明白？我再报价多一次啊。哟，那个饭是够美哦，你看啊，呜，我们的早餐。然后呢，如果是说你今天这个饭已经炒好了吗？然后呢，你要保温的话很简单，来我教大家怎样按这个键先啊。OK， 来，所以 function， 看到啊？看到吗？这个，它这个是呢保温，所以呢你的炒饭炒面也好，然后你直接按了这个键，它就会给你保温了的，然后你不会再吃到那个饭冷冰冰咯，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么简单，它就会给你保温，看到吗？看到的吗？OK， 然后现在呢，美玲有在吗？美玲，我们现在呢会示范洗一次给大家看啊，有在打一个在字啊 ，OK， 我们现在这个拿过去我们的这个。这边热热直接开来洗，因为为什么它今天这个是大金涂层，不会损坏的它的材质的，所以你看到吗？它是完全没有粘的，就是这样子洗罢了。OK， 而且这一个如果是说你今天是弄到那一种呢有油油的话呢，你直接放一点洗碗巾，然后呢看到吗？刷一刷它就可以了，不用大大力的，轻轻刷油分而已，然后直接开水冲。然后记得清洗过程这样子洗一洗，然后呢洗了水倒在左右边，左右两边啊，看到吗？然后这样子洗，弄到这样子没关系的，它后面插头基本上你不要开着水分呢，对着它来冲就可以了，明白吗？它是不会进到那个水的。然后前面把灯尽量那个水，如果真的不小心弄到它没有问题，马上拿上来抹干就可以了，一洗好过后马上抹干它，不要给它的水分积在里面，看到没有？就是按你干单，啊，就是这么简单，已经好了，洗一个就是这么简单，快速干净 ，OK， 来，whole chicken can put in for steaming，OK，、okay? 很简单，今天
那如果是逮肥盖这样子，我跟你讲啦，肯定不可以啦，因为今天我这个呢，它只有26cm 的这一个直径而已。如果今天你那个鸡呢是比较小个的那种炊银盖啊，那 OK， 那种干崩鸡是可以的。OK， 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是太大个就不好了。如果是说你今天拿一个鸡这样子切一半会比较好咯，比较快手一点，明白吗？好不好？所以梅林有啊，谢谢你啊。然后呢，沈日月说早上好，元宵节快乐，第一次进来分享，谢谢你，欢迎你啊。我们这里是 online gaki mo， OK，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呢这一个呢，那炒饭我已经炒好了，鱼也煎得很漂亮了，零失败的鸡蛋炒了一个菜。蒸了这一个发糕，看到吗？这个蒸架都是送的，包含在内的，明白吗？红豆水其实也是好了的，只是说我刚才再教大家按多一次。然后现在呢，我们最后一样东西了 ，OK？ 那就是炸东西了。因为今天有时候你会问我炸薯条可以吗？炸鸡可以吗？炸豆腐可以吗？没有问题的，它的火候肯定是可以来炸东西，包括如果你要煮 popcorn 这些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一个呢 ，OK， 我们之前呢都有试过了来煮这个 popcorn 的，而且啊，煮 popcorn 我跟你讲一流，快速简单。那这边有没有粉丝？那我现在给你们选择了，好不好？如果你们想看 popcorn 的话，你们就打上一个一号。如果你们想看我炸东西的话呢，你就打上一个二号。我看哪一个比较多，我就做哪一个先，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直接是去炸这个豆腐了。想看 popcorn 的，直接打一个一号。如果是想看我炸东西的话，就打一个二号上来呀，好不好？来，我的豆腐是啦，你的啦，小编。已经汇款了，明不明白？好的，小明星可以，没有问题，明白明白。好的，谢谢你。来，所以呢，现在呢，我等粉丝如果没有打上来，我就直接炸小编的豆腐了。他的那个豆腐是他的 ，OK， 他要吃的海鲜豆腐啊，真的是没有哦，没有，我炸豆腐喽 ，OK， 没有，我们就要 last call 了哦。小编，你可以哦，给我知道哦，两个都要看。不要这样贪心了 ，OK， 来，所以呢，沙溢，有粉丝要求两个都要看哦，两个都要看啊，这样没关系了，你就煮一个 popcorn 哦，嗯，你先要炸东西 ，popcorn， 不关系咯 ，popcorn 了然后再炸东西咯、哦，反正都还有一点时间 ，OK 的，啊，两个都要看，真的哦，你看全部打两个都要看哦，不是玩的，原来。看这样子，粉丝刷也是 A79+1 可以，没有问题呀、啊，记得要公开式分享哦 ，OK。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来最快速的炸 popcorn， 反正炸 popcorn 很快的嘛，放一点油下去，然后呢，我们呢就准备炸 popcorn 了啊。记得 popcorn 也是开这个 hot pot 的煎 ，OK。那 Bing Chong 也是说 see both easy 啦 ，Bing Chong 教你啊，两样啦。对了，对了。有理好笑，在捉弄他。来，所以呢，小林也是 A79+1 可以，谢谢你。来，所以粉丽莎，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OK， 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放一点油下去，然后呢，我们就拿我们的 popcorn 出来，记得 popcorn 不要买错啊 ，OK， 不要买到鸡翅的，你去 shopping center 那些地方就有的卖了的。小我们的小易教大家怎样去看 popcorn 是怎样的。popcorn 哦，啊，我们买那个头哦，是尖尖的，啊，尖尖的 ，OK， 尖尖的啊，这样子的 ，OK， 这样的啊 ，popcorn 啊，嗯，尖尖的啊，要煮给小孩子吃，自己可以煮啊，对，啊，一点点煮到整大锅，真的不是开玩笑，我跟你讲，撒一煮 popcorn 是最好吃的，尤其是有糖胶那个，我跟你讲，哎呦。我只会煮 original 啊。original 也是有人吃的，有人是要吃 original 的。来，所以吼也是要 A79+1 啊，可以没有问题。小编给我知道一下，剩下最后的多少台啊？因为55台，剩下最后的多少台？你能不能给我知道一下呢？你应该是那个没有弄干净哦。那所以现在呢，教大家煮 popcorn， 煮 popcorn 要怎样的、啊？煮 popcorn 是要怎样的、啊？煮 popcorn 啊？不知道是白发魔女喜欢吃，所以她那么厉害煮。她讲哦，你的那个是白发魔女哦。啊？啊？什么？要打架是吧？要打架是吧？啊啊、人家脱离裤带你小鸟。狗女哦，小编你不要惹她、啊。你走去讲谁白发魔女呀、啊？所以你看到吗？只是这样子炒一炒它，然后呢 ？OK， 等一下再等它爆，我要洗秒哦。
我那天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他煮那个波棍哦，我很怕哦，我跟你讲，他那个波棍会翘翘翘。嗯。而且你知道 OK 姐煮东西的了，很搞笑的哈。泰国餐。来，所以呢，你看到吗？只是这样子呢，给它呢，直接呢，给它爆开一粒了过后呢，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把盖子盖上了的。先炒一炒哈，先。那个咯，它有很多个咩？哦。什么那个咯？咯。还有什么那个咯？那个咯，我有讲那个咯。啊。OK， 来，所以 Alice Go 也是 A79加一可以呀、啊，爆了爆了，哎呦来来来。哇，这个节奏我很喜欢看的，你看到吗？不、哎、呦，来抛我！来，所以你看到吗？我这边哦，一个泡泡跳出来了哎。它是震破了。哇，没到！哎呦，我跟你讲，来粉丝们，那撒一位啊，你们呢两个都要看他的做爆款了，来一人刷一个爱心给他上来可以吗？他缺爱呀、啊、，OK， 给他一人刷一个爱心啊，我把它关电线，已经好了。来，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截图上来我们的银行户口号码 ，OK， 所以呢，可以先截图上来，我们只有一个银行户口号码 ，Perfect Bank suggest la vi sen liang brah 32159272901，因为最近老天很多，记得看好银行户口号码才来汇款啊，先截图先截图上来先啊 ，OK。来，可以截图下来。你 block 到我了，我私聊不到你，谁？哪一个粉丝？哪一个粉丝啊？是不是小林 ？OK， 或者你们可以呢 ？OK， 开一开，有时有可能你们关了，所以先截图啊。如果没有的话，我拿下了手链啊。OK， 如果还是没有拍到，给我知道一下。Hello， 苏西勇，早安，元宵节快乐。Hello。哎呦，我的情人进来了啊，苏西勇。Hello。早安，苏西勇，我看到你进来，我不用去跑干鸟路。OK， 来 ，Hello， 慧玲，早上好，慧玲，嗨，表妹小姨，小编早上好，分享了元宵节快乐，进来吃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有进来也是很好了，谢谢你啊，慧玲，谢谢你进来跟我分享了。来，我们的这个 popcorn 已经好了喽，看到没有？美美哦，我还在包，还没有包完呢。OK， 来，所以呢，CCD OK 79.1可以，谢谢你啊，所以啊，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哦。哇，你看美不美哟，是够美哦，给你看，我 zoom 大先，你看那个波棍美不美？你们可以自己喜欢加一些糖浆啊，或者是那个加利粉啊，或者是要做咸的，你们可以自己喜欢 OK。来，小林说，小林说拍到了，来可以，谢谢你啊。来，所以85位粉丝。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我们现在煮到最后一样，我们就要关播了。哈，要煮哈汤吗？还是不用？不用了，他们有吃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再煮多一个炸这个豆腐过后。然后我们就关播了，再报价多一次，等一下我们就要关播了啊 ，OK？ 所以呢，你们会 send link 给我吗？汇款了要拍照给你们吗？对的，小林。所以呢，你可以直接汇款了过后，然后呢，你把这个呢，银行那个，就是说你汇款了那个 bank slip， 你发去我们的 messenger， 然后发你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小帮手呢，就会呢，发那个 tracking number 给你的。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哎，你要炸东西要多一点油哦。OK， 我把它盖在 top。这个万能锅很好用，来谢谢你啊，慧玲，谢谢你，真的谢谢你的好评，真的，这个我跟你讲哦，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锅，懒了很多哦，懒了，煮东西快吗？不用这样麻烦，真的拿一个出来就可以煮东西了，非常方便。来，所以现在我们呢，最后一样就是炸这个豆腐了，炸豆腐。我们炸了豆腐，我们就差不多了。你 block 了我，所以小林，你应该是关掉了那个 messenger block 了，所以呢，你可以开回去嘛？你可以去那个 messenger 那边开回去，
有可能你不小心关了，所以呢，我们的小天找不到你呀、啊。那要看一下它的火候够不够，已经滚了，就拿一个竹筷子。哎，你会的哦，原来。啊？原来你会的哦。我听说是这样做啦，但是我没有看过是怎样的， okay, 所以我在玩看。不错。我在看它到底有没有变化。哦、oh, ，OK， 来，所以呢，单 KK 也是 PM 啊，不用 PM， 直接的要下单的话，直接可以打上来呀 ，OK。如果是说想要再知道优惠价的粉丝，来打一个8号上来，然后我一次过再报价 ，OK。如果想要再知道优惠价的粉丝，来打一个8号上来，然后我就最后报价多一次，我就要断播了。来 ，Carrie Wong 说 ，Hi， Good morning， I ordered Magic Spring Mop yesterday and Wonder Cell Collect， cast。Customer service did not reply me after I se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啊 ，OK， 没有问题啊 ，OK， 你可以就说你要是过来 sell collect 可以的，你可以过来自己拿了的，就说你昨天下单了，你可以直接过来拿。苏西用说，小妹，我的超级粉丝去抛竿，哇，是哦，不见了啊，没关系啦，他会回来的。啊，看谁，看被谁捡到了。那个多被会捡到的没？可以看一下插头吗 ？OK， 来。你可以放心，它这个是三叉插头来的，不是那种中国插头，它是马来西亚电压马来西亚插头啊。美玲有看到吗？我跟你讲，我想吃那炒饭耶。还有几个？炸完它喽。还有几个吧嘛？哎，没有放盐啊。你以为我哪知道我又没有炒过这个炒饭，你讲这个。炒饭不用放盐的吗？我不知道你，我哪知道 S O 酱是不是要放盐？也是要啊。我不懂哎。还叫我放洗油下去炒哦。表妹记得去捡 ，OK。我跟你去找他回来呀、啊。会煮的男人真帅，哇！尤其去捡，你会煮的男人真帅耶。嘿，喂，来呀来呀来呀！你看，他来呀。上次呢？首先，我要在这里感谢我父母啊。你叫什么名字？首先，你今年单身吗？我叫傻一啊 ，OK， 今年已经18岁了，宝宝吹。你还有18岁没？你不要玩呐、啊！我在那个18岁的年纪了。18岁宝宝吹。可以看到吗？我们现在炸的豆腐 ，OK。所以呢，我们再报价最后一次 ，OK。所以70多位粉丝，今天这个是来自日本的徐若参加的这个万能锅，而且这个可以来煲汤、煲粥、煲饭都好，你是完全是不需要顾火的，它会自动断电，还会自动给你保温。它这个今天是26cm 的直径，深度7cm。然后3.2个 liter 的，就是说5-6包 Maggi 面一起煮都没有问题 ，OK， 大容量的、啊。今天我们会送你的东西会有这个蒸架，白杠蒸架，还有这一套我们的这个餐具的。买一套我们就会这样子送一套，买两套就会直接送两套的。好，今天 OK， 有在直播下单的粉丝们 ，OK， 原价199块，今天不需要啊。今天一台只需要79块自借带走，79块自借带走啊！然后呢，我们还给你们6个月的保价，还给你们6个月的保价。要一台的粉丝直接打 A79+1， 要两台的粉丝直接打 A79+2， 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要一台打 A79+1， 要两台打 A79+2 就可以了。然后西马一台10块钱邮费，两台西马自借免邮；东马一台30块邮费，两台50块的邮费。新加坡粉丝一台的话是58块新币加买邮费，两台的话是100块新币加买邮费的，明白吗？好不好？可以过来了。小明先说，可惜啊，我女儿嫁了。哇！是你知道我叫你妈妈吗？小明先讲不要。苏西用说，傻一不煮也是帅的。哇！苏西用你这样子讲就，他很开心了哦，跟你讲，你看他。它飘飘然了哎、啊，要飞了啊！还要飞了哦，你这样子称赞它。多希望哦，现实中也是有这样多人会这样讲呀、啊。那东西啦，我那个 Kimo 没有人会讲它的，绝对可以放心。我在这里的形象就是傻妞哦。没有了。只要我如果我要讲要给别人讲我帅，我一定要出去闯。走，你觉得你要出去、啊我要出去 shopping 走一圈。哎 ，hello， 有看过我帅吗？没有人会应你啊。来，所以呢，看一看先，冰冲说，傻一 waiting IV 的啦
哦，哎呦，没事啊。How you know that? Everybody also know 啦。来，慧玲说，表妹，请问一下，这个万能锅、哦、保温六个小时还是八个小时？我煮好了汤，它跳去保温那边保温八个小时。它这个呢，它基本上是六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它是八个小时，有时说它今天呢，它是跳那一个时间的，它是六个小时保温，六个小时。然后它其实保温是没有影响的，它就说给它在那边热罢了，它不会影响到它的水分会少，那些也不会的。六个小时的保温，六个小时保温啊？对的。哦，我的红豆水要加甜一点。不够甜。不够甜。还要甜甜才好喝的。当然啦，之前我煮的时候，水跟我讲啊，煮这样甜的，你这红豆水这样甜，我让它叫糖水，它不甜。谁来的？啊？谁来的？那些不好意思讲，你是要在看这直播两把的。不是，在那边啊，红豆糖水不甜，你叫什么糖水？人叫糖水哦，糖水就是糖了嘛，对不对？是哦。OK， 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最后呢，就是炸好这个我们的这个豆腐呢，我们就要下锅了，我们就要下锅了。我们就要吃早餐了喽，我得要吃早餐了。耶！很多好料吃，很多好料吃。明白，谢谢，好了，谢谢你。冰冲说表妹 hungry 了，呀啦 ，my breakfast 哎，冰冲 ，this is my breakfast 啊，我饿，小编也饿了，是不是？小编一直在等着这个豆腐哎，他 order 了的，刚才他已经 order 了的。来，所以68位粉丝们还有问题吗？没有，我们要下播了 ，OK。因为今天这一个呢，刚才有55台，刚我有会问那两小编，好像剩下最后的5台还是6台罢了。所以呢，如果是要的话，你们也可以直接打上来，或者你们可以直接去 Messenger inbox 下单啊，好不好？我得要上播了 ，OK 了，我就转过来了。看我们的洗衣服中心。哇，这个炒饭等一下我要调味了，他忘记给我放盐。OK， 来，所以呢，68位粉丝，我们这里是 Online Kaki Mall 全马最值得信赖的网上直播购物平台，所以我是今天主播表妹，还有傻义 ，OK， 所以呢，谢谢各位大家呢，帮我们分享的粉丝们，然后呢，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OK， 来，所以呢，你们要下播，我要去拜拜了 ，OK， 来，谢谢你啊 ，OK， 来，所以徐旭东说，表妹吃饱记得去剪先 ，OK， 等一下我去剪啊，剪你的那个干嘛 ，OK。Don't receive line yet. OK， 等一下先啊 ，Felicia， 因为呢，等一下小编呢他就会发给你了的。OK， 所以耐心等候啊，好不好 ？OK， 所以各位大家，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下播了。谢谢各位大家，感恩。所以呢，我们要下播喽，再见喽，拜拜。Bye. Bye.